就是呢班 BB 会令你笑，又会令你烦。他哋明知故犯，中意作反，唔讲道理，唔使俾面你。你可以闹佢，氹佢，总之要将你嘅注意力俾晒佢，因为佢哋有好多好多需要。有人话三岁定八十 ，BB 将来嘅发展就睇今日。从1915年全球第一隻现代婴儿奶粉面世开始，卫士就将 BB 放喺第一位。卫士创新不断，全为 BB 好开始。